六阿姨，你干什么呢？吓我一跳，我这东西掉了，找一找。 电视剧《幸福触手可及》正在热播，别看宋凛是万峰集团总裁，在外人面前风光无限的他，却在丈母娘面前像是犯了错的小学生遇到老师一般，简直是一口大气都不敢喘。原本陪着周放回家散步的他，谁知道遇到同样楼下锻炼的周放母亲，前一秒还一本正经的他接过一把将怀中的周放推开，自己先假模假样跑去一边，一副憨憨的样子假装在捡东西，狼狈的样子简直太搞笑。 而在最新的预告中，周放善良帮助前男友母亲的举动，也让王子阳彻底洗心革面，拿着借条特意来感谢周放。结果正是这张借条，却又让亚洲醋王再次上线。宋凛以为周放忘不了前男友，当面直言对方做人没底线，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对方。虽然两人之后再次和好，记仇的宋凛却一直不忘在一旁碎碎念，这也让周放急着赶紧撒娇道歉。两人互动的场面简直太虐人了。 那你的意思是你们还有感情吗？当然没有感情，你瞎说什么呢？你怎么了？今天火这么大。